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Gameplay HK 嘅游戏资讯。嚟紧就会有一款好欢乐嘅模拟游戏，嗱呢一个系列我系好中意玩嘅，就系 Two Point Studios 嘅新作 Two Point Museum。未有落实推出日期嘅，预定咧就会喺 Steam、PS5 同埋 Xbox Series 上推出。如果你都有玩过呢个系列，就知道佢唔系正正经经嗰种模拟游戏。嗱，好似 Two Point Hospital 咁样啦，佢会有好多古古怪怪、现实冇嘅病，越玩越觉得有趣同埋搞笑嘅。之后就推出 Two Point Campus 啦，估唔到呢个团队嘅创意延伸到去博物馆啊！咁一齐预览一下有咩搞笑嘢玩先。在畫面看到玩家是需要挖掘展品的，喂大佬，這個是冰封的原始人來的，欸，難道這些不是蠟像是真人來的？雖然宣傳片看不到他動啦，不過我估計玩下去呢，他是會跟訪客有互動的，因為是這個系列的特色來的。我們是需要訓練團隊去世界不同各地尋找一些稀有的文物回來，在展品前面就摆放了捐献箱，越稀有的展品就会越多人货金了。当然要开回几间铺头，等啲访客买回纪念品，博物馆也可以赚回经费。博物馆的设计和展品怎样摆放的规划也是这只 game 的核心来的。如果给我玩，我是很喜欢整靓它，花很多心思美化。刚才个冰冻原始人要维持冰冻状态，就要划分好寒冷和温暖展区。作为馆长会有很多东西管理的，博物馆里面除了有小偷之外，还有些白艳的靓仔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天使得得 B 那件事啊？小朋友不要乱掂啊，很贵的。聘请个保安是稳阵一点的，以回这个系列的模式去推断，首先就要聘请足够的员工，简单规划好个博物馆，就可以开放赚到经费，升级员工技能，再去找些罕有的展品回来，跟着就可以吸引更多访客来参观。不过当然没那么简单的，当中一定会有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。升级博物馆应该都有些特定条件去完成，有时会有些很棘手的条件会导致卡关都未定的。不知道大家平时喜不喜欢行博物馆，我自己是挺喜欢的。我相信喜欢行博物馆的人玩这只 game 是更加有代入感啊，非常之期待可以做馆长的日子，希望他快点出啦，有消息再通知大家。喜欢我们报道游戏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，最重要订阅我们 Gameplay HK YouTube channel。 下次游戏资讯再见， Thank you， 拜拜。